庭院深深、古树参天的少林寺里，矗立着历代皇家赐予的众多石碑。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为印度高僧跋陀而敕建的皇家寺院，后因天竺高僧达摩在此传授大乘禅法，被称为禅宗祖庭。如今在第32代方丈释永信法师的主持下，少林寺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佛教圣地。家宗祠受皇家皇供，少林寺呢，僧人为皇家每天在为国家祈祷，为众生祈祷，所以他拜的是护国